你的人生是从零开始积累，还是一份百分制的考题？上学、工作、成家，每一个面临选择的路口，似乎都被设置成数学题，按着步骤来才能得分。18岁必须迈进名校大门，自证未来可期。25岁必须人脉广结，擅长交际。30岁必须房车配齐，结婚生子。40岁必须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岁月安稳。卷面上你写下别人告诉你的最好的答案，然后交卷。但人生就是这样的吗？你被设置的城市是正确的吗？标准答案真的存在吗？有的人18岁就遇见相伴一生的爱人，有的人独自生活也能快乐充实，有的人攀越巅峰后选择归零，有的人从零开始向巅峰进击。1000个我们，有1000种答案。世界多元，生活多样，你有你的选择，我有我的热爱，坚定、无畏、不屈服。当时代让这些词变得奢侈，你可以选择让它们成为属于你的价值。你可以放弃，在熟悉的领域寻求安稳，你可以反对被重复的工作消磨一生，你可以拒绝和所有人前往同一个方向。当世界要你交出所有，绝不交出自己。去打破，即使南墙撞不出一条裂缝；去纠正，就算偏见无休止沸腾；去传递，哪怕观点只能达到一双耳朵。不必成为世界喜欢的谁，这世界喜欢你成为自己。大胆做梦，闪闪发光，满怀热忱。我是张艺兴，在网易文创和我一起打开多元世界的精彩。